全球观众朋友您好，人人都有一亩心田，我们都要定时除草播种，才能宽广成一片心灵的园地。这心地的风光，靠的就是我们多多接触佛法，将佛法融会贯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从中入法，内省修心，就像农夫一样，慢慢地照顾耕耘，从中生长出自己对抗旧习性的力量，总有一天它会变成四季芳菲的花田。它应该要秀出什么是不是？很多人有烦恼，喜欢跟出家人讲嘛。那我觉得，其实上人讲的就很多可以帮我们解决烦恼的方法。所以想说这么好，为什么不好好的读，实际去了解上人的法以后，他会把法慢慢的跟他的生活去扣近，然后也比较能够真的在他碰到了人我是非的时候，他会拿出来用，他会想一想，哎，他应该要怎么做，找到那个可以跟自己对应的方法，然后让自己的人生可以更好，比较可以反观自省。感恩倩师父一路陪伴团队、指导团队。那我们也从大爱台的周周有法度的读书会，到现在日日是好日的读书会，这中间经过了11年。那这11年里头，师父一直提醒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然后不只是听闻上人的法，还要去思考，更要身体力行去行菩萨道。那我们也将这些题库整理成册，今天想要来供呈给上人。那这个封面照片是小陈拍的，设计是浩师傅协助设计的。也是，这就叫做慧命永留的感恩。你安尼个提起来肯定哈，它的永恒嘛，感恩你的使用它，内容应该很好，看得很开心。感恩感恩，再接再厉。好，我们会希望可以把28品都可以出完。感恩上人，只要你有心。好。外好向导，我不教我众生离地其实我因为工作的关系，个性很急。真的，上人刚开始在说法的时候，我真的听不到三分。那一段时间，我就告诉自己，在此际里面，我进来，我就是要去除自己的习气跟无明哈。那在环保站哈，也经过很多的磨练哈。那在里面，其实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借事哈，去磨练自己的耐心。因为我最没有的就是耐心，所以我在里面就是不断的磨自己的耐心。我从每天去环保站，每天去环保站。就是细缘修心，到最后的时候，真的就是每天回去哈，用上人的法去面对。当然还是会有自己一些的习气，可是就是努力的去克服哈。要甲上人忏悔的是讲吼，拄入来的时阵吼，好朋友啊，佫是招咱拍麻将，啊因为爱拍嘛，所以我一定拢会去参加。实际内底咱爱谨守实际嘛，我拢讲，我知我会做。但是呢，电话来的时阵哦，上林真歹势，我着真正着是甲上林请假，甲佛陀请假，讲我吼二三十年的好朋友，我一定爱来去玩玩吼，我今仔这场的麻将。旷课的学生。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慢慢我着了解讲啊，安尼袂用的。有一天我的主亲要来阮家，伊着甲我讲啊，咱家吼有迄个儿童精进班呐。你要带囡仔入来内底吼，来学习无安尼啦，所以我就带了两个囡仔入来咱的儿童精进班吼学习。所以儿童精进班这段时间吼，真的我两个囡仔受用很大，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感恩有慈济，那也跟上人忏悔，我过去真的很愚痴，有这样的因缘吼，参加线上的品书会，金色师傅也常常跟我们讲，走入人群呢，真的要自觉，将法融入在生活中，感恩。我们呢，
过去如何的一念偏差，做的是什么事，接触到了瓷器，或者是静思语，对心里呢有一点震撼作用，那这一阵呢能觉醒过来，那就要赶快把握这一觉，那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一颗觉悟的种子啊，好好的放在心里哈，就是从自己的心田呐、布善种子，人人都有一颗啦，的心的禅呐、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多向内心自耕田哈，啊，耕者有其田呐，所以咱拢吼禅的头家啦。咱吼唔免去请工人来甲咱布种，咱家己有田，咱家己有种子，家己布，家己呀。所以吼，这都是咱多做多得啦。但是呢，咱来广结善缘，好好的接触了佛法。或者是呢，接触到了静思语，好人好事，咱爱把握就走了。难得人生，来这一趟人生啊，有因啊，有缘呐、所以我们呢，要把握好，不要让它呢有过失掉哈，一粒种子哦，会当呢，搁再经营出了无量的种子，即使自享受啦，还可以呢利益他人哈、所以啊，得益啦，会当再广结无量，这就是咱吼弘扬佛法的福，所以讲。弘法利生，既是听到佛法，故是正法。佛法真深，有时阵啊，会感觉讲啊，佛法到底伫咧讲什么啊？佛法呢，所讲的，就是人间觉悟之道，比讲佛法吼，搁较深。咱若干呐讲，你有？学佛无？有啦有啦，我有咧学佛啦。就是学佛，学佛嘛。学佛伫倒位？就是觉悟之道啦。你觉悟到什么？唔知呢。就是迄、佛法简单，但是觉悟之道吼，都无简单啦。因为呢，觉悟之道就是讲，你要去求觉悟，一定要身体力行去行菩萨道。观行大悲五啊，阿弥一给四十一师咒结束在处理的时候，处理了两天。因为有一年再度承担和气的窗口，有一次在跟两位新承担的父爱在活动之前的沟通，自己一句指责话，轻轻的脱口而出。重重的伤害到两位的父爱队长，让自己也受伤，弟子深深忏悔，感觉到说上人不是跟我们讲过吗，要用四摄法吗，怎么把这个爱意抛失在脑海之外呢？经过心法平台之后，那我感觉到说其实闻法力行是非常的重要，让我觉得说有法的滋润就是有一股力量注入在心田，感恩上人。伟忠师兄其实他是精神失觉失调症，长期都有在看医生，在家里他就会摔东西，会对妈妈发脾气，但是他从熏法香了之后，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他的情绪就稳定很多。
那个时候陈崇光师兄就是很认真的他来寻法香，然后再带他去做环保，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早上的共修平台，他也是每天参加，非常的精进哈。感恩上人在我家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给我们的帮助，也感恩慈济的师兄师姐常来家里关怀，慈济是我们家的依靠。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让我可以做环保，然后也感恩上人日日说法，令我智慧增长，去除无明。从今以后，我会更努力做环保，更用心闻法，把法用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走好慈济的菩萨道。感恩上人。这段的菩萨道啦，真正呢是比较困难，它需要时间，有偌济时间，你才有法度行偌济路。时间愈济，予咱，咱勤精进，步步踏实，咱呢会当行真长、真远的路，行长、行远的路啦，咱的心地丰光啦。咱会当自创造咱心地的环境，整理好了咱心地啦，这苦禅的园啦，咱吼会当福田种大，经营大，同时呢，咱树啊、树种播落去啦，这个心灵的园地啦，也对跨有禅，各有园地。所以讲哦，这就是咱爱勤精进。看你有原来的田地，你愿意去经营无？有经营，你就有收获。园有遮大啦，迄、那个园啦，就是咱的心灵的境界。啊，你有要去种树无？哦，有认真种树。啊，树种是啥物？树种啊？啊，又在恁家己敬，敬到菩提树啦，那就是觉悟。那觉悟，咱栽种落去啦，都要用功、压水啊、照顾啊，大长起来，菩提树茁壮啦，连连开花啦，种子呢不断连接起来，那就是要看恁功吼。我有入来修行啦，啊，我有这个园地，我知影啦，啊，我这棵田哦，的周围真宽啦，会当呢栽种菩提，但是我家己呢，难道无把握时间？时间过啦，这棵园啦，无布种子，杂草丛生。那就是过着人生烦恼的人生，唔去工作，干那想要得来，这呢就是咱的心地不完杂草啦。听法了后，知啦知啦，我爱赶紧的立地精进，赶紧把咱这区的田经经营，把咱这大片的土地呢。要赶紧除草啦！那菩提种子时时经啦，那这心灵的禅地呢，要看季节啦，要把握季节，要认真做。所以吼、哦，什么种啦，种人有事，吼、哦，你用什么种种落去，就是什么物件，什么季节。要让我们修，啊，我们就什么季节都修行，哈。目前呢，我们在进行的日日四好日的读书会。上人开示当中，其实我有特别认真的去读的时候，我发现上人开示会常引述到儒家的一些思想。然后最近大家不晓得没有注意到，上人开始常常提到"学"跟"觉"这两个字。
上人就教我们这个学这个子，学下面是子啊，好，小孩子的那个子，它是一个赤子之心，所以我们学的时候要像赤子之心去学。学什么？学我们的菩萨道。那学到什么程度？到见，见到就是觉悟，所以学到觉，事实上它是一体，用象形字来表达这个学这个字，它其实有拆四个部分，上面左右两边这个字呢合在一起是一个字叫举，它是指的是手，两只手，那中间这个叉叉呢是指的以前的竹简，下面一个棉布呢是指的是教室，对，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字，那这代表什么？老师手把手的把这个课程教给小孩子，所以我们的文字非常的优美。那上人他在讲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精辟，就是从学到觉，其实学在说文解字上就是觉。好，所以上人已经整个融会贯通以后才把他这样子用很浅显的这样讲给我们听。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去读这些原典，对于理解上人的开始，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愿说可以抛砖引玉，让我们共同一起来精进，然后用心听懂上人的开始。所以吼，甲大家人讲，你来好好甲师父的话，好像是浅浅啦，不过真深。你来去用心啦，禅，咱达贵会当报，达贵会当修，期间现做现得到迄份呢，欢喜的人缘，也那是讲吼，因甲缘呐，生生来世吼，是要夹也爱卖，啊，就看咱这片园长期累月啦，咱那是种树。你会选择的树种，你都要好好选吼。哈，我是真建议恁吼，爱选的是菩提角树啦。拄则咱画面有看到，迄个合七柱之心，啊，七柱之心呢，都是很干净，啊，人之初，性本善。咱抱着迄份七子的心来听师父讲法，咱呢就爱殷勤啦，学道啊，就是中一条，啊，这条呢，恁学的是什么道？那就是菩萨道。啊，菩萨道呢，爱勤精进，自然啦。你回过头来看，哦，我抱的是这条。空中平坦的大路啦，啊，看两边呢，迄个菩提树啊，种甲真旺吼，啊，路好行啦，这就是度人，不只是家己自享受，真饱满的度娘啦，真足的度娘，还可以呢，用菩提角。戆吼，来带人，啊，要带人，你都要有见到，你才有法度带人。你若不见到啦，家己都路唔知行，是要安怎阁带人行呢？所以咧，角都是见啦，见到啦，啊，要见到以前咧，七柱之心啦，啊，用功底下看这个。这个主就是七主之心，啊，咱开始呢，起步就是要行对这来菩萨道啦。你行来到这呢，自然你再回头看呐、啊，这一条菩萨道很平坦哦，咱行过来啦，所见呢，天下大道理真谛。真多的真理啦，都是伫这个所在。那反过来看，啊，懵懂的众生很多，我爱用菩萨道，赶紧回来给伊教，啊，来甲看，要看回来呢，同见菩萨道，那同行菩提佛陀的本性，这
这么简单两个字而已，是只在中间这条菩萨道，就要身体力行，这么简单哦。啊，但是呢，你哦，这一世人哦，一念都不能偏差，安尼呢，就会当上行菩萨道啦，终归呢，觉悟如来本性哈、哦。所以大家人拢有责任嘛哈，因为呢，大家人拢在做主者啦。啊，不过呢，实际人呐、啊，要提升智慧哈、哦，在当有灾难的时，我们要展开慈悲心。当平安的时，我们要时时呢自我反省。你看讲吼，孔子嘛讲，吾日三省吾身。我就是孔夫子安尼讲啦，我一天呢都有反省三遍。我早起有做到唔对的代志无？我中昼有对不住人无？那我晚暗今仔日这一天，我有错过无？有没有错过什么事？所以呢，一日三省吾身啦。我逐天时时刻刻都讲，我听到这个话，到底我回答对唔对？我这个菩萨吼，在人群中啦，到底呢？行正道行有对无？所以吼，我嘛爱管我家己，我嘛爱管恁呢。那这就是顾爱心，吼、哦，那这念心啦、啊，是造福业的一念心，这吼、哦、就是造福啦。即善之家有余庆，我爱台湾平安，我爱吼、哦。人人发心，所以叫做净化人心，台湾的平安啦、啊。总而言之啦，咱大家人把握时间，把握姻缘啦。啊，甲咱大家人祝福，起码恁伫咧行的这条就是菩萨道，安尼行落去呢，都是无偏差，造福人群啦、啊，那修地慧在。好，福慧双修，给大家人就好感恩。如同圣人所说，大家齐心一起来做善事，就能四方传八达，十方启动人心。在这过程中，除了广结善缘之外，也要时常精进学习，多多熏法，可以使我们的心得到平静，不再迷惘，为自己种下一颗种子，便能经营出无量的种子，只要佛法入心，也能收获万千美好。感谢您今天的收看《证严上人那履足迹》，我们下周见。